啦，點可以唔食壽司啊？諗起回轉壽司店，一定係壽司郎。佢遲啲八月咧，仲會喺香港開分店添。等記者為大家整理下佢生產過程啦，好啦。寿司郎是日本 No.1 的回转寿司店，在全国一共有500多家分店，绝对称得上是国民寿司店来的。哇，你看有几多寿司，寿司郎的 menu 呢差不多有100种的寿司，我不等你了，我要吃了。日本分店咧，每2个礼拜咧就会有一次期间限定嘅 menu， 而香港咧都会不定期咁推出。哇，几正！食完寿司，依家要食甜品啦。寿司郎嘅甜品 menu 都有好多选择噶，身为甜品控嘅你，千祈唔好错过啊！直击下佢嘅门市厨房先。入去之前要先洗手。记者洗咗人生最长嘅一次手，足足10分钟啊！令到我最惊喜嘅咧系依一个环节，寿司郎每一碟寿司只有350米嘅寿命，冇人拎嘅话就会抌咗佢。今次记者咧仲有幸去到寿司郎嘅日本总公司，直击一下每星期嘅商品研发会，成个过程都相当认真，令人大开眼界啊！寿司郎每年都会研发出多达600款嘅产品，当中只有11%，大概70种会推出，包保客人食到最好味、最精髓嘅食品啦。8月13日に香港第1号店をオープンします。三号店。